拜的重点哦，大概就是在有关大乐透历史资料。那这个部分呢，主要是举了一个例子啦，这个例子也是延伸性的，延伸那个乐透彩的资料下载。那主要呢，我们是假设找到这个网站哦，这网站其实哦，里面当然除了大乐透之外哦，还有像什么威力彩哦，还有像大福彩。那这个网站的话，特别注意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这个页数啦，每个也就是一堆的这个网页哦。那如果说你将来呢遇到这样一堆的网页，那如果你希望快速的把这里面的资料哈、哦，快速的把它这个下载到 Excel 的话，那我们上个礼拜哈、哦、主要提到有关这个，你可以先观察一下它这个网站哦，基本上会传递一些参数哈、哦，所以以后的话只要看到这个网页啊这个网址上面。后面的话呢，就是它的程式，后面一定会加个问号。问号的话，后面会带哪些参数啊？然后呢，提供什么样的这个资料？然后后面如果还有第二个参数，会加一个 and 第一个哦，那第二个，那也许呢，如果还有的话，它也许还有 and 第三个。好，你们可以观察一下，这其实在网页里面还蛮常遇到的哦，所以你可以观察一下上方的部分。那如果我今天希望呢，可以把这个网页里面的每一个1到61页全部下载的话，那我上个礼拜讲过啊，第一步啊，你可以先把这个资料呢先做录制巨集的动作，好，那不过跟各位讲一下，那个录制巨集啊，里面会用到一个功能，资料里面的重位本。那这个重位的功能哦、啊，主要就是如果你今天的资料是在网页上面的话，那你可以只要给它一个网址，它就会帮你把那个网址里面的东西、哦、把它下载下来。不过大部分呢局限于在这个就是它的 table 啦、哦、就是它的表格上面。那不过呢还有一个部分比较特别的部分，就是那个版本哦，如果因为我们现在用的这个版本是最新的2019、哦、也就应该是 Office 365啦、哦、那它录下来的那个程式哦跟旧版的不太一样哦。那新版旧版比较之下，其实反而呢相对当然哦，旧版感觉比较没有那么复杂了，所以哦，我上个礼拜讲过，你们可以利用那个旧版本我录制下来，那录下来的东西哈、哦，它会长这样子，一堆的程式，那里面的话呢，当然呢有很多的这个程式其实是不需要的，所以我其实基本上呢把绝大部分的那个程式哈、哦、把它删除，包含像从哪边呢？从distance 以下哈、哦。大概就留三行而已，就这两行，好、哦，跟里面有个 refresh，、哦、主要是这三行吧，哈、哦，那其他的那个程式都可以把它删掉了，哦 ，OK， 这三行，那其他部分的话呢，基本上哦可以不需要了。那主要你想说老师怎么会知道说这些可以删除啊？主要其实你将来如果说遇到有些地方，假设你不太清楚。比如说像这个 query table 这个物件你不太清楚的话，那你可以按那个 F1 哦，它其实里面有那个官方的说明。那里面的话呢，哦，其实我就是一个一个的属性啊，这个其实就是 query table 的一个属性，啊，叫 web formatting。那当然呢、啊，从字面上有的时候可以猜出到底啊这个属性你是否需要了。啊，如果不确定的话，其实有个方法按 F1，F1 它会跳到那个。微软的官网上面，哦，他跟你讲说，哦，这个是一个 query table 的这个物件，它的一个什么属性呢？叫 web formatting 属性。那里面的话呢，主要是决定什么样啊，能做什么事情。还有呢，它的相关参数哦，它有的时候会带一个什么，带一个这个连接给你。那有的时候你可以怎么点选它里面的这个连接，你就知道说，哦，这个属性呢，你可以有几种的设定。第一种，第二种。第三种 ，OK， 那主要有三种。那也就是说，如果你今天不要带任何格式的话，那其实你只要给这一个就可以了。OK， 那也就是每一个啦。我其实基本上每一个我都把它做那个 F1 的这个有没有？按 F1， 哎、欸，它会跳，像 Web Tables。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啊，他跟你讲说，哦，其实，就是他有的时候写的太英翻中了哈、哦，等于是说翻过来，他等于是意思是说呢。汇入那个网页里面的一个查询表啦，其实就一个 table 啦 ，OK 哈、哦，所以有的时候你在阅读上面的话，大概把重点读一下，好、哦，啊、里面的话呢，它代表什么意思？它里面有相关的说明 ，OK。
那当然呢，你如果不用那个 query table 哈、旧版的方式来下载资料的话，其实你也可以用最新版的来下载资料也没关系，但是还是要做程式上的修改，也就是说录制完句型之后，把它做一个简单的修改。那修改完之后的话呢，再拿来怎么样，加上一些我们要的动作，比如说我们录制句型的话，其实只有录一个网页，那如果要下载全部的网页的话，那其实上个礼拜我们就做了几件事啊。第一个啊 ，for i 等于一到61，意思就是说呢，帮我做61次的意思，也就以后呢，你要让它重复做自动化的帮你下载的话，哎，那你一定要做写一个回圈的动作啊 ，for 回圈就是这个范围 ，OK 哈，然后做这一件事情，然后把参数呢放到哪里呢？放到这里，有没有？index page 等于什么呢？1到61，把这几个这个参数呢分别带到这个 i 的里面值，哎，它就会帮你把哎下载第一页做一次，下载第二页，以此类推。那也就是说下载哦，它这个执行完呢，就会全部1到61页全部都把它下载下来。那当然以后的话，你们也可以去找哈、类似的相关网站啊，其实蛮多的，这相关只要大部分都是改其中的某一个字。OK， 那你只要把这个字给变更了，哎，它就可以帮你把不同的网页里面的资料给带回来了。OK 哈、那第二个的话呢，当然下载后还有第二个部分需要注意哦，在哪个地方？第二个哦，所以第一个是这个 index page 等于1到61，第二个的话呢，你要放在哪个 destination， 就是它下载之后的话呢，应该要把这个资料呢，哎，帮你放在这个工作表里面的哪一个位置？那预设是 R 的这个这个是预设是 A1 啦齁 A1， 那可是呢将来当然第一页以后的我们应该往下放，所以这个地方我就用了一个这个逻辑判断，如果呢 假如说 A1 里面是没有资料的状态，那我 R 等于 1， 就是说从第 A1 开始帮我下载，那等到你 A1 里面有资料，表示你已经下载第一次了，那之后的怎么做呢？你就向下追踪吧。OK 哈，那向下追踪之后的话呢，记得还要把它加一，因为追踪到是那个范围的最下面一列，那把它加一列就下一列了，大概是这样逻辑啦。OK 哈，那其实这样的逻辑哈，是我自己想出来的，所以啊，以后如果你还有更好的方法啦，当然主要的目的是什么？我们就是不要土法炼钢，有61个 page， 当然哦，我们不要说一页慢慢去复制，那缺点当然很花时间。OK 哈，那当然。做完之后呢，当然就不是全部都 OK。下载完之后的话，其实还有蛮多地方需要做调整的，包含哪一些？下载之后的话，每一页上面都有这个东西，要把它删掉。好、另外的话呢，每一页啊、这个每个资料呢，它的日期格式也不正确，所以我们上个礼拜有讲到，哎，怎么样把日期格式啊，全部都做正确？其实主要。2020的部分应该没问题啦，主要是2020以前的这个日期格式要全部正确啊，这个我上个礼拜要讲，请各位可以参考一下上个礼拜的部分。那最后还有哪一些呢？还有就是说怎么样把那个1到6号、把它切开来，有没有？你要切开来，切开来的方法很多哦，你可以用这个 Excel 里面的资料里面的那个什么呢，叫资料剖析，这也可以啦。不过、你会发现这个叫资料剖析的话、程式录下来的话非常冗长，那所以我建议你可以用另外一个，就是 VBA 里面有一个方法、叫 Split 了。Split 其实还蛮容易理解的，切割。那切割什么东西呢？把逗点部分割开来，然后放在某一个范围里，大概是这样子。好、所以程式部分的话呢，云端上其实也有了，所以各位可以再自行参考一下。好、那所以刚刚资料剖析有没有 Split。这个还蛮好用的哦，因为蛮多地方哦，哎，叫 split 一下，哎，就 OK 了。当然，如果你不会啦，你就用资料剖析，倒也无妨。只是说资料剖析哈、录制下来的程式这么长，有没有？我把它写在这边。那你可以用录制的、可是我后来发现哦，录完之后至少就一堆程式。那如果你用 split 的话呢，它只有一个回圈，加上一行程式。那当然的话啦，以我的习惯来看哦，我一定。喜欢还是写比较精简的，只是说呢，这个难度比较高一些些啦，可能还是要花一点时间了解哦。最后的话，把这些动作呢，再删除 B 栏，再把全部的程式一起执行，
有没有？总共有一二三四五六七个复程式，那你可以用 call 的方法，一下就可以把它全部下载下来。所以哦，把它假设我们要把它下载的话，那当然你就可以直接去把这些程式呢全部都集结之后按个执行。那当然呢，我们上个礼拜大概 run 一下，大概不会超过十秒钟吧，哦，就可以把资料给下载下来了。OK 哈，哦。那下载完之后的话呢，再做什么呢？把那个多余的这个列去掉，然后呢，把不要的栏啊，不要的列给去掉，并且增加上面的这个一到六号，然后呢，把它剖开来。OK 哈，哦。不过可能有一个地方哦，你们要特别小心哪个地方？因为我用的是 Split 是切割文字的一个函数哦，所以你会发现啊 ，Split 完之后的这个资料哦，有一个特别的地方。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特别注意一下，它 split 完之后的东西有没有？它一律是什么呢？形态是什么？文字哦，有没有发现？它切开来的话，它会把零保留。哎，零一为什么零一？因为它是文字哦。OK， 所以哦，你将来要统计的时候哦，你可能要特别小心，它是文字。所以如果你假如哦，你要统计的时候你需要是数字的话，你可能要把它转型哦。如果没有转型的话，那会发生问题哦，比如说哪个地方哦，那后面的话呢，我们这个是上个礼拜部分，今天的话呢，我们要延伸哦，再做那个统计名次的动作，所以哦 ，OK， 那要做哪些了啊？第一个可能要请各位自行再增加一个工作表 ，OK。第二个的话呢，请你在 A 栏的地方哦，增加一个栏位叫编号，那里面的话就1到49号了，反正我们说一到48少一个哈，那你就输入1嘛，然后往下拉就可以了。记得按 Ctrl 键， Ctrl 键它会自动怎么样，帮你往下拉到第49、50这里，有没有？然后你会发现呢，往下拉哈，按 Ctrl 键它就自动会帮你加一号了。OK， 或者哦，如果你不会这一招，还有一个方法，你就输入1跟2嘛，然后把这两个选起来，有没有？这样它也可以算出两个相差值。你向下拉，拉到50，这样也 OK 好。然后呢，第二个栏位的话是几率，这个我先把它删掉好了。然后几率是多少？哎，几率还记得吧？乐透彩一样嘛，对吧？等于什么呢？哎，康以福，还记得用那个康以福吧？然后配合什么抗者，里面有几个数字，好，然后把排名算出来，最后的话呢，得到前七名，应该还有印象嘛？这个是上礼拜讲的哈。那最后再结合 VBA 啦，哦 ，VBA 的话就是一键按下去，啊，统计出来，然后清除，有没有 ？OK， 然后把它格式化，前七名的颜色。前七名的清除，最后把前七名列在这里，哦，看出来哦，哎，历史资料这个是完全正确的哦，也是大乐透的开奖的历史资料里面哦，可以知道呢，这个前七名的这个号码分别是1号、2号、8号跟11号、31、36还有41，但是哦，这个开奖的顺序哦，它不是按照1到7哦。它是按照什么？按照编号先找到，先放过来。当然我也讲过了，如果你要按照1到7的话，那程式又要多一个追哦。哦，只是说怎么写哦，请各位先把上个礼拜的部分先打开来哦，做个复习。那待会的话呢，我们再针对哦后面的资料呢做一个统计分析。那其实也就是把之前的那个乐透彩的那个范例哦，又做一个简单的重点回顾 ，OK 哈，那请各位先把那个上礼拜的部分哦，稍微打开。